南投县乡亲们期盼已久的八卦山新地标天空之桥，终于在昨天傍晚顺利启用。多位议员及贵宾都莅临启用典礼，并一同抢先试走吊桥。议员们期盼天空之桥完工启用后，能带动地方的观光与产业提升。同时，景观天梯周围的环状步道与瞭望台也已经开始规划，相信未来能带给游客完整的动线与体验。